你个大爹，谁藏肚子宝贝啊？啊！传说中的卧龙鬼阵，德叔，这里真的有能解我蛊毒的解药吗？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卧龙鬼阵，卧龙鬼阵，小心！德叔，小心啊！哎，我醒了！小帅，受守阵，阴阳相生相克，既不此阵，必有蹊跷。大家一定要小心。怕嘛呀？这多少年了，有嘛蹊跷？虎子，别冲动。德叔说的对，这就是一堆破石头而已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你继续带路。
师傅，门关着。别急，这里一定有机关，大家分头找找。哎，师傅，门开了。基土，西方庚辛金，北方壬癸水，这怎么都是乱的？寅卯为木，巳午为火，这里五行混沌，一定要明心静气，千万不可起妄念，否则会万劫不复。救我！救我！别动，那是定玄花，不能碰它。这些是什么？我们去救他。那是定玄花下面封住的毒虫，嗜血食骨，一旦被这些毒咬上，会尸骨无存的。
师父，你做什么？你快走，要活着小心就交给你了。咱俩一块走。大哥，我去闯那卧龙鬼阵，爷爷你等我，我一定会带你回家。这样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吗？我们闯卧龙鬼阵是为了给你解蛊毒。上师啊，上师，你为什么要把这解药倒掉？想你一听，干嘛去？妈妈叫我买醋，回家做好吃的。好嘞，走吧啊，走吧。哎呀，哟，虎爷好。哎，你别信他了啊，他算的不准啊。哎，你这胡说呀、啊！哎，这个是胡说。虎爷，长长眼啊！来来来，你看看。哎、上回书说到，这楚国的兵马呀，被晋国的兵马一下子围困了三年。好。相传晋国出兵伐楚，是想得到楚国的镇国之宝太阿监。好，好，啊，好好说啊。说起这太阿监，可是大有来头啊。这把剑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。相传，太阿监是一把诸侯威道之剑。得此之剑，便可号令天下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这把宝剑还成了他的佩剑。这是后话，我们书归正传。在当时，晋国强大，晋军当然认为自己最有白太太得到这把宝剑。是结拜马家，一看你就是内行人啊！就拿你手里这点货来说。这当年是乾隆皇帝御用茶杯，十个大洋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卖啊！这东西层色倒是不错，可爷们儿其实没带那么多现大洋，饶了，少一个子儿不卖啊！嘿，
为次。勒死一层毛呗，您海王露看露看，看您赖个不？请讲中文。哎呦，得嘞，姐们爷，这是正儿八经的皇家御品，勒死个大傻帽了。皇家御品，好东西，就买十个大洋。十个，回高价一转手啊。现在这东西是我的了。什么假货？USGO。哎，这娘们有当汉奸的潜质啊！你说谁娘们呢？哎，江湖贵，跑我们的色糖厨连个屁都不放。难不得有个缩头吧？虽然你楚门子硬，但也只是灵毛碎琴，你自己个儿倒楚，可怨不得我。嘛意思？虽然我们是水座，可指不定哪天就火穴大转。哎，你站住！怎么着？光天化日的，你们俩骗不成小明抢啊？我朋友都是出来混江湖的，今儿个我们哥俩认栽，咱们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下次还望姑娘高抬贵手。骗子！小妻子，你干点什么啊？嘿嘿，咱虎爷可不吃节亏。妻子，刚才你为嘛拦着不让我叫你那娘们？你还真是个半开眼的空子。你想想看，他走路四平八稳，呼吸均匀有力，左手腕子上有阴阳勒痕，足以证明他是个挂堂的尖挂子。还有啊，他那瓢和招褥子都挂着项链，而且他身上有淡淡的土腥味，手里拎的是万和楼的金疮药，他十有八九是做贼的。女贼，女匪贼，造女匪贼，姐你们，哎呀哥哥你行啊，你是鹰的眼睛狗的鼻子啊，我就觉得你们真水灵儿。哎哎，小妻子等会儿我。哎我说小妻子，你说你能不等等我？刘大哥，你们这是是不是又背着我干了什么？前两天搜羊跟毒坊那边借了点钱。多少？哎呀，二十大洋。哎，姑娘来看看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十万。哇，你厉害哦！这陈不会还敢跑路啊？看到兄弟身上的 logo 没有啊？我们讲道理，钱头有没有钱过？有，都有，都有。那要不要还钱呢？还还，我就借了二十现大洋，是二百现大洋了。现在立马还！我就借了二十，不是二百就二百了。二百，二百，我立马就不还了。小爷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您把我兄弟放了。你闭嘴！嗯，梁大哥。不如给我们几天时间，让我们去筹钱，好不好？我看你像个懂事的样子，我就给你两天时间哦，还不了钱，就来替你兄弟收尸了。德叔，我回来了。小西，哎，你的药都买够了吗？百年雪参有价无市，现在连黑市里也很难买到了。哎，看来我们这次。还是要再去闯一闯这卧龙鬼阵了。当年你爷爷带着我已经走到了太阿大殿前，只可惜没能把解药带出来。你爷爷还沉船一脉，世代守护太阿剑，
如果不是为了我，爷爷一定不会去闯卧龙鬼阵。德叔，我看我这蛊毒一年半载也死不了，不然咱们别去找什么解药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卧龙鬼阵何其凶险，爷爷去了就再也没回来，您也是死里逃生，我可不想您再去犯险。是哪位道上病尖子，可否先报上姓名？小心受伤，他们是少帅府的人。看不出来，小丫头还真有两下子。不知少帅府的人找我们有何贵干？二位，我家少帅有请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少我兵权。乱世太窝当贵，听四方之张祸，定九州之龙脉，以敌奸之威势，天下州县兵马任我去策，建立万世不霸之黄土霸业。少帅，你有所不知，太阿戒乃是稀世珍宝，不是谁都可以据为己有的。你的要求，恕难从命了。德叔，走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是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能违抗。藏有太阿剑的地方机关重重，尤其是那卧龙鬼阵，需要一个有着入微同术的人带领才行。入微同术，这药可以暂时压制你的毒，三天找到他。幽微瞳术不是常人能有的，有这种异能的人必定是玄门之后，这类人可遇不可求，我们可以找一个由头来招募。哎，
快看，陆家小姐招亲了。哪个陆家？嗨，陈川老爷子的孙女呗。这招亲的告示怎么那么奇怪？奇门异道的，要求多呗。怎么？你想试试？不敢。听说是个练家的，去了还不是找死？如果能拿到这200大洋，虎子欠赌方的钱就有着落了。快点！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比武招亲吗？啊，这是让我来算命吗？这就是比武招亲，在一炷香的时间内，将武亲身上的诗词完整写下，便是陆家的成语。传说，入微同书的人，平时看来与常人无异，但一旦使用同书，瞳孔就会变成树瞳，就如同蛇瞳，洞悉万物变幻，破鬼阵机关。秋风流云夜抚今，雾水蒙蒙化成林，花绽叶落人已碎，岁岁年年庆无。这应该是一首七律才对，可是这最后一句怎么会少了一个字？看到了，有点意思，嗯，哼，这是你的彩头，这不够200大洋吗？这是定金，怎么怕我们赖账？他又没说。你不是那个？我不说。你，哎。这就是我们要找的，有入微同数的人。有意思，小妻子你行啊！你说你哪来那么多现大洋啊？啊，背着我干嘛去了？我去参加了个比武招亲。小妻子，你为了哥哥，我舍身取义呀、啊！我弟妹好看吗？什么呀？我这是逼上梁山，权宜之计。权宜之计。陆家姑爷，拿了钱就想跑，这不地道。算他吧，真没想到入微同书会在这种人身上。人，我给你们找来了。什么时候动身？动身？去哪儿？你们和我一起去一个建筑取一个东西，只要取到必有重赏。这缺德事儿我们不干。走。500现大洋。嫂嫂，您说多少？500。那您可算找对人了。看见这位了吗？咱们家响当当的墨金第一人陈奇，陈爵爷。那祖上可是魏武帝曹操亲年的墨金校尉。哎，这是秦皇陵吗？那上上下下大大小小81个盗洞，全是他祖上刨的。他们家祖上，这祖上是穿山甲啊。嘿，你这瞎子骗子，你知道嘛？
看样子，你们是瞧不起我们这位小丫头啊。你说你是摸金派，好啊。那吴有元良山上搬柴，山下烧水，敢问眼前这位顶上元良，在何方分过山甲，又拆解过几道秋门啊？你真以为我是定盘子挂千金，海子挂小？好，请问兄台，山上插着哪路旗？旗上绣个什么字？在家子不敢言父，出外徒不敢言师。贵老大问起，不得不说。山上插着一字牌，旗上是个倒海翻江子，在下姓个西，头顶星族流，身背星族月，脚踩星族汪。敢问贵老大，手里撑过几条船？好说，手中不多不少，掌过9999条船。我问你，船上有多少板？板上钉了多少钉？板有72，仅按地岔数；钉有36，不成天罡阵。有眼无钉的是什么板？有钉无眼的又是什么板？有钉无眼是跳板，有眼无钉是风板。你说天上有多少星？天上星数不清，前人说有36600，我问你有几条筋？身上7条筋，剥皮剜肉寻，你可知一刀几个洞？一刀2个洞，你有几条心？我借来下酒吞。爹你妈捐了！嫂孙，看见没？借点活，拿大活。精彩，太精彩了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我走小七了。你这活都哪儿削来的？你找来那些偏门的书，你看半吊子，我可全看了。各位，咱闲话少唠，言归正传。你们到底要我们找什么？嗯，拿上来。是。德叔，这是爷爷给。不错，这就是卧龙鬼阵的布阵图，图在这儿，至于如何解阵，看各位的了。这我明白，嫂子，我懂，素上都瞧过。拿盆水来。哎呦，我明白懂。袋子干嘛？拿水去。给他拿盆水来。是。列位，请好啊！啊，走你！哎你！这字儿呢？没了呢！你他妈想死！少帅，其实这图我已参详多年，早已烂熟于心，只是此去破阵，还要仰仗旁边这位有同术的小兄弟。千万不可冲动。那我要他有何用？他要是死了，就永远别想让我帮你破阵。我们2天之后出发。哎呀，小七子，刚才太惊险了，要不是我机灵，咱俩都得凉在那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嫂帅给咱500现大洋，那得是多少钱呢？哎，小七子，你刚才那个图书到底叫……我兄弟，对不住了，但是这次咱是真的摊上事儿了。少帅这个人凶狠残暴，这趟浑水我一个人去趟就够了。以后驸马燕雀的事儿，就别做了。Yeah.
雪楼了，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？拿到太额剑以后，答应娶我。德叔，那个有铜树的，真能帮我们破卧龙鬼阵吗？小溪，你要记住，只有陆家血脉才能唤醒太额剑，而镇守太额剑的卧龙鬼阵，需要在特定的时间才能开启。特定时间？是的，卧龙鬼阵的最后一道机关剑池，乃是以星象变换为准，12年一个轮回，24星宿之中，青龙一象的角宿升起，最后的大阵才有开启。现在距离当初我和你爷爷下剑冢的时候，又是12年了。3天后的卯时，鸡鸣星归，紫气东来，就是这12年后，角宿再一次升起的时候。这一次，我们有那个拥有入微铜树的小子，过关就有把握了。象八卦10天干，12地支斗牛转，地支化山24，24山分金泉，8山分八卦，9鬼自成阴，乾和坎震艮，坤生兑离巽，万物分阴阳，阴阳有四爻，阴阳四爻相合处，即时浮而出，乾坤离兑。入口就在附近，不过这里地貌有变化，我还需夜观天象。少帅，老人家，你的夜观天象呢？这入口到底在哪儿？少帅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还解释个屁！少帅，我们沉船一脉言而有信，答应你的事一定办到。但今天我德叔要是少了一根汗毛，我保证让你一辈子都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小丫头，我少帅从不受人威胁。我给你个机会，2个时辰之内，如果还找不到入口，这老不死的，我让他看不见明天的太阳。会桐树的，走。哎，大小姐，你叫我来干嘛？你们陈川派的事我又搞不明白。你不明白，我们今天落到这种地步还不都是因为你。偷图这事是我们不对，我还想一直跟你道歉来着。道歉？道歉有用吗？又不是我偷的，那是我兄弟拿的。你兄弟拿的跟你脱得了干系吗？你兄弟是骗子，你也是骗子，你们两个都是骗子。行，我们都是骗子，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吧。你问我怎么办？是你会入微铜树的，你问我，你找啊，你用这眼睛去找。我去找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我你妈！哎，你你妈你我你一边去，等我锁完你再说。小妻子，你是真够意思啊！咱俩还是不是兄弟了？我出来混的时候，妈你还是个孩子呢。
现在那么大个活儿，你不带我，你想独吞？没我你行吗？解释我，解释嘛解释？你等我撒泡尿来，我再跟你讲，我让你解释，解释没完。解个字，我生气。小妻子，你要解释不明白，你就是个孙子。胡子，你没事吧？憋死个洞啊！你别乱动啊！哎呀，德叔，入口找到了。枪上写的嘛呀？上面写的是太阿剑的来历。藏剑之地，地剑太阿。小妻子，剑你倒看懂啊？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些东西，好像是在一本书上，不过是很小的时候，现在已经记不清了。雷动，小心触发机关。是正前方的第二个洞口，小心硬爪钩。跟上。该我了。你算怎么回事？他被你给弄死了呗？他应该是打开了不该打开的东西，吸入了什么毒气，迷了心智。
来，借点一根儿。干什么你们？不是要点蜡烛吗？我们帮你们多点几根，不是照得更亮吗？在东南角点蜡烛，是因为东南角是吉象。如果蜡烛灭了，说明这里凶多吉少，必须得撤退。嘿，你这老头不说明白，还有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教育你虎爷来了。把剩下的蜡烛赶紧收起来。小溪，等下一定要跟紧我。当年，你爷爷就是死在这里，我们不能重蹈覆辙。废话说完了吗？残棉虫一旦进入人身体就会寄生下来，慢慢吸干寄主血液，要是不把它逼出来你就死定了。谢谢啊。刘叔，这是哪儿啊？这地方我也没来过。小七子，这孙子挂的嘛玩意儿啊？你可得保护我呀！你不赵子龙吗？那你得保护我啊！哎呀！这真不错哎！爷爷，爷爷，你停下！爷爷，不是爷爷，爷爷已经死了。
把他们给我打死了。我剑不好吧？这，去去！哎，哎，你来，哎，是，哎，我去你大，去你大！嫂子，你让我打的呀？吸入了树勇的瘴气，产生了幻觉。谷子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快离开这儿。把这树给我烧了。是。大家跟我来，这边。这写的嘛玩意儿啊？地剑何曾锁鬼阵，葬者不必请地仙。不明白，好像是一些警示。上面无非就是写一些什么闯入者死之类的话，你不用担心，反正进来的人也没几个能出去的。你说什么？大小姐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这可是人命关天，可我刚刚还救你。可是我刚刚不是也有救过你吗？你这不是诚心的吗？多大个宝贝啊，让那么多人陪你玩。哎，我说嫂孙，你答应的事儿可得兑现啊。我不管墙壁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，我只希望在你们死之前拿到我想要的。大家不要紧张，只要听我的，大家都能出去的。这边走。嗯。走吧。人家，这下面就是太阿所在。是的，把这石碑阵法破解，石碑倒下，就能进到鬼阵的下一层。根据这罗盘指示，阵眼就在右侧的剑池里。你确定？啊，我的命在你手上，少帅可愿意赌一把？好，就赌你的命。老人家，你的命好好留着，你再去看看。不要慌，
被触发一次，我先去。这么个大殿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那么一个大殿，得藏多少宝贝啊？啊！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要遵守你的诺言。我们会帮你找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但要保证所有人安全离开。小子，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我知道这些机关阵法已经在你脑子里了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乖乖帮我破了这卧龙鬼阵，帮我拿剑，否则……看看是你的枪快，还是我的刀快。少帅，不用管我。干嘛？想造反呀？啊！他妈也想造反？别紧张啊，开个玩笑，那么紧张干什么？传说中的卧龙鬼阵，德叔，这里真的有能解我蛊毒的解药吗？啊，你中毒了！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卧龙鬼阵，卧龙鬼阵，小心！德叔，小心啊！哎，躲起来。少帅，喂，少帅，行兽守阵，阴阳相生相克，既不此阵，必有蹊跷。大家一定要小心。怕嘛呀？这多少年了，有嘛蹊跷？虎子，别冲动。德叔说的对。
少帅，有话好好说啊。走。小妻子，我陪你。哼，这就是一堆破石头而已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你继续带路。哎，我死了。你别指我了。血迹太恶，马爷儿还得血迹。这太恶剑玄妙无比，不是什么人献祭都可以的。老东西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隐瞒我？快说。德叔，是我对不对？你之前说过，只有陆家血脉才能打开太阿封印。是的。过来，少帅，只要取血就行了吧？别杀他，别害怕，我陪你。
当心，有太阿金。剑给我，少帅。胡说。眼前就拿到他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看我的眼睛，你以为我的眼睛是机关刺瞎的吗？是你爷爷那个老东西把我弄瞎的。所以这里面根本就没有解我蛊毒的解药，是吗？你说对了，这么多年我带着你东奔西走就是为了这一天，可是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的人呢。小心，别怪德叔心狠，要怪就怪这动荡的乱世。我现在就是要结束这乱世。哎呀，姐，你把姐老头子揍邪了呀！如果凭一把破剑就能止戈，哪会有那么多流离失所的孩子？哪会有那么多的家破人亡？你带着太阿剑出去，只会有更多的灾难。都给我住嘴！你们都给我住嘴！你们谁也阻止不了我，谁也阻止不了我！这地方要塌了，快走吧！快走！太阿剑。我的太阿剑，太阿剑，小鸡子干啥？走，小心，我的太阿剑，走啊！我的太阿剑，走，走啊！太阿剑，走啊！太阿剑。太阿姐，快！你没事吧？小鸡子，快拉我一把呀！都说还苏呢，我看你也是松懈了。那老头看上去人散面散，没想到那么会做。总算是出来了，不过我们这一趟算是白来了。哎，没白来。你们看，叶子妈。
哎，我来扶你啊！哎哎哎哎，你慢点！少在这儿啊，拿的啊！哎，扶你！哎，喂，哎，等会儿啊！我没有亲人了，你愿意把我当亲人吗？啊？哎，愿意愿意，成了亲不就算亲人了吗？啊？快坠呀！哎，聊聊呗。兄弟，啊，这怎么样？洋烟洋火。跟你说，好久没有街角那老八。老八，我从他那拿的。老包烟，我这从老八就六。怎么样？得嘞，我这西瓜比你强多了，刚挖出来，能色。真的？行，怎么不成了？正经出土的。老人家，要些什么呀？掌柜的，麻烦你帮我找一味药。你要什么？